政府專家組成員、中大學者許樹昌認為，強制由內地抵港人士檢疫14日，可以有效減低過境人流。如果你知道你去完內地之後，你回到香港，你會被人運14日，你會仲去唔去呢？大部分人都會唔去。但我相信政府會安排，如果是啲內地人士或者海外人士，佢喺香港係冇住宅嘅，一定係政府會提供一啲場所咧，係要隔離佢哋14天嘅。但如果你係香港人，你入境嗰時候你亦都冇發燒冇症狀咧，佢哋會執行一個家居隔離咯。如果你人數好多咧，電子手帶都唔夠嘅。咁佢可能會用啲電話監測啊，或者有定時定候有人會直接打去你屋企，直接運聯絡你啊。